今天要跟大家介绍，这是一个来自于意大利的马约利亚的陶瓶陶罐哦。那它，我们先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哈。我们这边有它的标志，出产国意大利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它的内胆，它是一罐陶罐。那整个的罐型哈，非常的大，大概以我身高170多公分来讲，它已经超过了我整个上身的大小。那整个的花卉的表现呢，非常的突出，好，手法非常的劲辣，好，在这个刻痕上面。马约利卡陶罐在大约是在意大利的南部较为盛行，好，如果大家熟悉的话，去过卡布利岛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卡布利岛当地盛产柠檬，啊，盛产一些花卉水果，他们就会把当地的一些花卉水果就插枝在这样的一个陶罐里面，在家中做欣赏。如果大家喜欢收集西洋瓷器陶品的话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您入手的一个意大利陶罐。